啊，有人请皇上再翻牌子。请皇上考虑好了再翻。谢皇上。哎呦你妈！你现在装得真难看，我愿意，我出来架着你，过来！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同学聚会不许去。我也不用去啊，昨天他们都说了，谁的老婆长得丑，谁就不用去。啊？你说什么？谁的老婆长得丑，谁就不用去。多少钱？200。给。算了吧，老婆太费钱了，我不去了。去！啥？哎呦我的妈！那我走了啊。小鹏 X9 助力新年目标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！哎呦！老公回来了。啊，今天我发工资了。拿来吧。哎，不是，这么多年来都是你管钱，今天我也想管。不是不让你管，我是怕你记不住。记不住？啊。就我这脑子比那电脑的内存还要大，怎么可能记不住？那行吧，那你拿笔记一下。哼，需要用笔吗？我用这儿记，你说吧。好，电费、水费、煤气费、柴米油盐、生活费、保险费、电话费、日常维修、物业费、医药费、检查费、书费、学费、资料费、宽带费、车违章、全家换季买服装、车加油、车保险。停！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还是你管，还是你管，你一个月还是给我200块钱吧。有人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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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有人。哎，你干嘛？要我头发啦？我抱你一下，你咋还挣扎了你？你这不废话吗？老个女人掉粪坑，不得挣扎两下呀！哎呦我的妈！我告诉你，天下女人千千万，老子有钱随便换。天下男人也不少，老娘没钱照样找。啥？睡觉吧，败家娘们。睡觉吧，渣男。哎呦我的妈！啊！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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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鹏 X9 助力新年目标。有人。哎呀！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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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喂，妈，你在干啥子嘞？我在做饭呢。我儿子嘞？哦，他呀。他还在睡懒觉呢，这小子也太懒了。没事的嘛，他一直都这么懒，我早都习惯了。对了妈，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上次你怎么在那个怪味豆还挺好吃的，你在哪儿买的？你说的是恰恰怪味豆吧？这是我在抖音商城秒杀频道刚入的恰恰怪味豆，酥脆好吃，每一颗都抹满了料粉。左滑进抖音商城秒杀频道或点评论区，就能一键购买我的同款好物啦！还有更多爆款，低至9.9元，各种小零食、日用品必然买都没问题。日常多逛逛，还能省下一大笔，超值！好，我也去买点。哎妈。我先不跟你说了，锅里油热了，挂了啊。好，拜拜。哎，好，再见。啊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做饭呀！啊！贱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你说啥？找我借20000块钱呀？哎呀，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家庭地位，我们家的财政大权在我老婆手上。那这样吧，我问一下我老婆行吧。哎，老婆，有个长辈找我们借20000块钱，借吗？
不借，你就算是天王老子我也不借。爸，你听到了吗？啥不是我不借给你啊，是你女儿不借的。 我们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千叮咛万嘱咐，说让我一定要听你女儿的，我做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喂爸，喂爸。挂了，挂都挂了。我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你对黄峥是一字不提啊？我黄某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黄某，你别笑。我李某发誓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黄某，黄天在上，我与赌毒不共戴天。哎呦我的妈！老婆，我的内裤呢？在我身上穿着呢。啊，不是，你穿我的内裤干啥呀？你不穿你自己的内裤啊？你还知道是你的，是你的还来问我干嘛？老婆，冰箱里的鸡蛋是你买的吧？不是，是我自己下的。那木耳怎么泡呀？放厕所里泡，放粪坑里泡。有人不是这样泡不好吧？好不好你自己说了算，不要再来问我了。老婆，水烧开了往哪里倒呀？往哪儿倒？往我头上倒。老婆，开水来了。你谁呀？打我干啥呀？很多事情都是不需要理由的，但是我们依然要坚强地活下去，不是吗？加油！哎呦我的妈呀，认错人了！哎呦我的妈！这美女说的真不错。小鹏 X 九助力新年目标。老公。给我取13000块钱回来。好。回来啦，钱呢？来，这是5000。啊。这是5300，一共13000。炸。没问题吧？没问题。哎呦我的妈！哎，等一下。怎么了？给你100小费。谢谢老婆。老婆，干啥？又要钱？给，都给你。这手咋这么冷呀？过来，我给你暖暖。我愿赌不服输，爱你是我唯一的赌注。兄弟个，露露，今天在家里的。三个计划，好听的。谁呀？大晚上的给你打电话？日本客户。保险都订好了。哎呀，有几个妹子？7-8个妹子。马上就到。你有本事你走了你就别回来了。不回来就不回来，哼。喂，小丽，你真狗已经被我骂走了。什么三缺一啊？行，我马上到。哎呦我的妈。喂，小强，今晚上出来喝酒我买单。小鹏 X9 助力新年目标。老公，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，你卖不卖？不卖。老公你真好。为什么呀？你又不值1000万，这种没良心的钱我不赚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哎，四哥，那个你现在说话方便不？现在呀，有啥不方便的？方便，你说吧。那行，那个我这边着急用2万块钱呢，我给你个卡号，你赶紧给我转过来，着急哦。哎，不是，你说的啥味儿？有点咸呢。不是，我说2万块钱。喂，我说我。我这没卡呀。喂，小鹏 X9 助力新年目标。哇，发工资了。哇，这个拿去买套化妆品。好嘞。这个拿去和你闺蜜吃点喝点。谢谢老公。冬天来了太冷了，这个拿去买件羽绒服。行。再买2双棉鞋。这个留着家用。这个就归我了啊。这么点你够用吗？够用，根本花不完。
嘴巴是用来亲的，知道不？知道。不是用来赖赖赖赖赖赖骂人的。我闺蜜约我出去玩，晚上别给我打电话。你咋又出去玩呀？滚！有这东西，来个小鬼！哎呦我的妈！别动我钱。什么钱？私房钱。你藏哪儿了？枕头下面了。那是给我老婆买生日礼物的钱，没想着还差200。这你别笑。要作业赚点原因吗？别气我，我有老婆。我来接和家人一起其乐融融。哎呦我的妈！我来接和家人一起其乐融融。我受不了你了，明天就去离婚。离就离，谁怕谁呀、啊？离婚也是明天的事儿，今天你还是我的人。上床睡觉，炸！快点！站过来，正转过来！哎呦我的妈！你不要以为一天到晚给我洗衣服、做饭、生孩子，你就怎么地了？把我惹毛了，我照样扇你！你扇，你扇，你现在就扇！有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这风吹的是不是比空调风吹的舒服一点？柔和，对吧？哎呦我的妈！以后做事不能这么冲动，要三思而后行，知道了吗？什么是三思呀，老婆？思维。你干啥呀？我喝口水，嗓子不舒服。有人，你拿手机干啥？这个是度娘。哎，就在这儿。干嘛、啊？给我拿点钱。要钱干嘛？我买点螃蟹吃。你看你，一天到晚就知道吃，除了会吃，你还会干嘛？你怎么跟我说话的？啊！我现在一天到晚就只有吃吃喝喝了。我要是哪天出了什么出格的事儿，你后悔都来不及。看到哥的实力了吗？你行吗？快点！哎呀，哪来数啥数？那你什么时候回来？我什么时候回来要你管呀？啊！该回来的时候我知道回来的。哎呦我的妈！你进来干啥呀？找东西。你找啥呀？找台阶。有人。是这个不？不是。是这个不？也不是。这你别笑。哥。是这个不？是。我希望我